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日阿 Lam 会继续同大家分享黄万妮的演艺人生。咁上一集啦，就同大家分享黄万妮的演出，咁就讲到1944年嘅。咁今日咧就由1945年开始。咁但系1945年咧就因为战事嘅关系就冇演出嘅，跟住就到1946年。1946年就有《热血男儿》呢个呆人艳福，然之后就有一套《相思泪》同埋呢个《空间出色》《空间春色》啊。咁跟住就到1947年啦，咁1947年就打完仗就开始多番作品啦。咁首先就有一套《海角红楼》嘅下集，咁黄万妮就饰演孤独素秋，然之后一套《复原女》，咁佢就饰演刘皇氏。跟住1947年就仲有《胡不归》嘅下卷。咁黄万妮就饰演彭娘，跟住就一套《西厢记》，然后就有一套《月圆人未圆》啦。咁黄万妮就饰演黄露思，跟住有一套《比翼鸳鸯》，然之后就《天赐良缘》，跟住1947年仲有《冷暖天鹅》。咁就饰演呢个骆卷丝，然之后就系辣手蛇心，咁就饰演尤十姑，跟住仲有一套《海角红楼》嘅上集，咁黄万妮就饰演孤独素秋，然之后1947年最后嘅一套就系《黑米养状元》。跟住就到1948年啦，1948年第一套电影咧就系《蝙蝠大盗》，然之后就系《香闺香恋》，饰演呢个李妮。跟住咧就系呢个《贤妻荡妇》，跟住啦就系《江湖铁汉》，跟住另一套就系《恨海情冤》。另外就仲有《沙场谍影》，咁佢就饰演英子，啊，樱花嗰个樱。然之后就仲有一套曹尔文小姐嘅《出殡特辑》，咁另外跟住就有一套《花月良宵》，然之后有一套《新生命线》，咁黄万妮就饰演丽丽，美丽个丽。雪梨嗰个梨，咁跟住仲有一套《大破琴罗党》，跟住就系《妙手偷香》，就饰演呢个院长太太邓爱莲。然之后仲有一套《神秘妇人心》，饰演孔秀丹。咁1948年最后一套咧就系《曲中云短》。咁然之后就到1949年，1949年第一套嘅演出咧就系《骨肉情深》，咁阿 Mary 姐就饰演呢个静娴，跟住就《孔雀听令》，然之后一套《忍气枕边人》，咁 Mary 姐就饰演呢个桂香。咁跟住有一套《斗气夫妻》啦，咁 Mary 姐就饰演周素敏，然之后就仲有一套《守得云开见月明》，然之后就系《万丈回春》，跟住就一套《孤儿救祖》，咁就系饰演陈楚梅嘅，然之后一套《三娘教子》。咁啊 ，Mary 姐就饰演呢个三娘王氏。
然之后就跟住一套《满江红》，咁阿 Mary 姐就饰演李慧冰，跟住一套《相依为命》，就饰演陈玉婵，然之后就系《孤儿女》，咁就饰演黄淑妍。咁跟住就到1950年啦。咁1950年嘅第一套片咧，就系《疑心碎母心》，跟住就系《年晚前》，跟住就系《柳文柴》，然之后跟住就系《大心奇案》，跟住就有一套《罪恶锁链》嘅上集。咁 Mary 姐就饰演楚春芳。然之后就一套《刀剑论坛》，跟住就系《劫后孤儿》，咁就饰演刘素英。然之后有一套《人海万花筒》，跟住就系《万恶锁链》嘅下集。咁 Mary 姐仍然系饰演呢个楚春芳。咁1950年就完咗啦。咁跟住就到1951年，51年第一套电影咧就系《孤初女》，跟住咧就系林桂卿《三打梁天来》嘅上集，然之后就系《红楼新梦》，跟住就仲有套《嫁错金龟婿》。然之后就《千金小姐丫鬟卖》，买卖嗰个卖，跟住就有一套《茶花女》，茶花女啊，跟住就系嗰个茶花嘅眼泪嗰类啊，唔系茶花女啊，系茶花泪啊。跟住51年就仲有《春到人间》。《银海春光》另外仲有《人之初》，跟住就系《零落断肠花》，然之后就到《难为了妈妈》，跟住51年就仲有《天堂春梦》，然之后就到《林桂卿三打梁天来》嘅下集大结局。跟住51年就仲有两套，首先就系《春满琼楼》，咁跟住就51年嘅最后一套电影啦，就系《明珠泪痕》。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阿 Mary 姐嘅演艺人生，咁分享到呢度又暂时要休息一下先。咁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大家留言、点赞、分享。亦都希望大家订阅我哋嘅阿 N 与阿 Lam 频道，咁下一集继续同大家分享王曼妮嘅演艺人生。好，今日拜拜。